位平安。阿门。好，咱们把圣经打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记上十五章。咱们从十五章的第一节开始读到第九节，先读到第九节啊。十五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九节，找到咱们开声朗读这段经文。一、二、撒母耳对扫罗说。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连续他们，将男女孩童施展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尽情杀死。于是扫罗召集百姓在提拉林数点他们，共有步兵20万，另有犹大人1万。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，在谷中设下埋伏。扫罗对基尼人说：你们要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，恐怕我能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，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。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，申请的亚玛利王雅甲，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。扫罗和百姓却连续雅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凡下贱受过的尽都杀了。好了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一同来闭目为今天所查考的当面声向神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把这个课题交给了我们，是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个课题。因为你在圣经里已经特别指出，你所要灭绝的人不能收留，你当面植物我们都得灭掉，不能从我们身上留那些当面植物。求你亲自把我们那些旧道的东西全部给我灭掉。阿门。求你亲自赐给我们信心与你的死联合。阿门。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施行你自己的拯救，使众百姓都知道这个世界是当灭的。阿门。旧道的我是当灭的。阿门。律法是当灭的。阿门。旧事是当灭的。阿门。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开启，使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活在旧道里面，我们也不是活在世界里面，更不是活在律法里面。把当灭的物尽都灭尽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阿门。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阿门。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下午这一点的时间，使我们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存在心里，除去一切的拦阻，除去一切撒旦的搅扰。阿门。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。阿门。应允我的祷告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继续来交通当面植物。我已经查到第八了，亚丹收了当面植物，上帝让他灭他没灭。提前在以色列攻打亚玛攻打爱城以前，神也跟他们说了，要把他们所有的都灭尽。亚干因为衣物和金钱就贪恋了这些东西，因此被灭绝，在律法下被活活打死在雅各里。今天呢，扫罗王也收了上帝叫他灭的物。当今教会呢，也收了这些东西。
谁收了这些东西，谁就是当灭的对象。因为你收了上帝要灭的东西，你就是被灭的对象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上帝要罪是灭绝，你留着罪身，是不是？你是被灭的对象。上帝要把罪拿掉，你在罪里活着，你还觉得很得意洋洋的，你就是被灭的物，是不是啊？上帝把肉体连肉体，邪情私欲同情死不下，你留着，你是不是被当灭的物？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咱们今天咱们看到底谁错了？是当今教会那些个牧师长老错了，还是我讲错了？好不好？咱们就看圣经怎么说的。扫罗王现在打亚玛利人，为什么打亚玛？因为耶和华要报那仇。曾经亚玛利人扰乱以色列民，以色列民从他们地经过的时候，他们曾经给以色列下了绊脚石，是不是啊？对以色列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上帝都要借着你这一次来讨他们的罪，来讨他们的债。好，我们看，先看这是第九点啊，九点在这里。扫罗呀收了当面植物，扫罗收了当面植物，亚干收了当面植物，结果是什么？死。然后扫罗王收了当面植物，怎么结果是什么？最后都是死路一条。扫罗最后的死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死的，惨不惨啊？扫罗最后被鬼附上了，跟交鬼的人在一起了，已经不再用他做王了，废掉他做王了，他已经得不到上帝的启示了，他就是找交鬼的那行巫术的，找那个巫婆去了。最终的结局是什么？没有上帝和你同在，你找巫婆去；有上帝和你同在的人，你找谁？找谁？我们看，这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耶和华差遣我告你为王。”扫罗是不是王？是王。耶和华告他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从耶和华。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现在你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什么？杀死。这是耶和华对他的命令，叫他击打亚玛利人。今天首先上帝让他击打，等会儿咱们看不让他留，是不是？今天要不要击打亚玛利人？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亚玛利人代表什么？在旧约，亚玛利人代表肉体连肉体里的邪情私欲，救人来救人的行为，这一系列的东西都要灭绝，是不是啊？从亚当的根来的都是亚玛利人，从基督的根来都是以色列人。亚玛利人是抵挡以色列人，从老旧人以来的这个人，他就抵挡新人。你信不信？旧人抵挡新人，所以上帝叫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目的是把旧人灭绝，击打亚玛利人。受洗其实就是击打亚玛利人，将罪身灭绝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这就是洗礼的意义和目的。但你留着，你不肯打，留着一样，就跟扫罗王一样的结果。扫罗王的结果是什么？废掉父王，紧接着就是什么呢？死。教会中间留着亚玛利的人多不多？不肯击打亚玛利。这里边叫你击打，击打你就击打，一样有的呼吸。这里边说什么？
凡他们的男人、女人，连孩童，是不是啊？包括牛、羊、骆驼、驴这些杀，这杀的命令。所罗门，那我们得遵守律法呀，守住，因为律法上说不可什么，不可杀人。这杀亚玛利人，那能行吗？律法上规定不可杀人，但上帝叫以色列人必须杀人，杀谁？亚玛利人。律法上有没有规定说不可杀亚玛利人？律法上有没有说不可杀什么人？别个人？这里面就说不可杀人，律法上规定不可杀人。这里面亚玛利人是不是人？是人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律法写错了？怎么回事？律法是外天的，外天的律法是不是？天地律法，看你能不能从律法里出来。给以色列人添的目的是什么？叫他们知道他们守不住律法。这律法不是律法颁布完，他们就可以进去杀人。看你今天是守律法还是听耶和华的话。看你听谁的？律法，以色列有律法，但一提到杀人的事情呢，他们就不肯杀。好，咱们看啊。这里边要杀击打亚玛利人，原因是耶和华是报仇的神。今天那些抵挡救恩的人，上帝报不报仇啊？报仇，一定要报仇的。凡抵挡救恩的，上帝都有一天都会找回来。这是对仇敌的一个报复，对不对？起初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路上，亚玛利人接以色列人在路上，成为他们的绊脚石，抵挡他们。今天抵挡救恩的人，上帝报不报仇？抵挡救恩的人，上帝要报仇。我们看两段经文，第一段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，你站在上帝的旨意中间，把那些隔上，撒母耳记上的先隔上。咱们先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，抵挡救恩的人，上帝报不报仇？我们看罗马书一章的第十八节，我现在在这里说，我在别的处我也说，凡抵挡救恩的人，没有一个好下场。你可以什么都可以抵挡，但你不能抵挡救恩，因为救恩是从神来的，抵挡救恩就是抵挡神，是不是？现在抵挡我传这个道的死的很多，我在这里可以正式向你宣告，死的很多人就是因为抵挡的救恩，看见听都不听，就开始在背地里抵挡。我上帝就给他看见，有的人连反应都没反应就死了，有的人上边给他一次机会，最后还是死了，给他机会他都不抓，他不要机会，你信不信？信。这没有好下场，凡抵挡救恩的人，因为这个救恩将要传出去，任何人不能抵挡，只要你抵挡了，上帝肯定找你算账，你就充当了哪个角色呢？就是亚玛利人抵挡以色列人。你只要抵挡这救恩的，上帝全部进行杀戮，一个也不留，因为这救恩传出去叫万民得救的福音，但你拦阻的福音就等于拦阻主的脚步，你拦阻的就等于螳臂挡车，自取灭亡，没有一个要往下场。逐个的，不管你是谁，你可以抵挡人，你也可以抵挡任何的事，但你不能抵挡主的救恩，不能抵挡主的这个道，真道是要传出去的，能救人的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这时候谁拦阻，这个大能就在谁身上就发作了，就杀死一些人。我们看这句话，咱们先从16节到17节看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福音出去是要救人的，但你拦阻福音的时候，你就是拦阻人听信福音，就是要害人的，那一定上帝一定愤怒也临到你的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
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当你拦阻了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拦阻中国人来信福音，那你就是被灭绝的对象，是不是啊？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你拦阻你用其他的拦阻了，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理，拦阻别人信福音，那上帝的愤怒会不会临到？嗯，一定会临到。注意看啊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这里边说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什么人身上？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的不义，明明自己行不义而阻挡真理，就这么一群人，一个个上帝一个个收拾。你不要害怕，只要是拦阻这个真理的，谁一个也不放过，谁一个也不放过。你看铁撒罗尼迦不如都得拿下，不管他是谁，只要拦阻这个救恩，上帝一定把他拿下。当时喊好啊，这福音真好，哎，这道真好。转过来就是断德肉体，一断德肉体开始就跟扫罗王一样，开始攻击上神了，跟神俩就敌对了。好，亚玛利人今天是拦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进迦南，这个亚玛利人他就开始在路上接以色列人，就像接道的时候。好，我们看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六节，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。好，你一传福音，他把患难加给你，上帝就要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。你一讲真道，一讲福音，他起来就反对，是不是啊？上帝就站起来就攻击这样的人，没有一个有好下场，最后他们结局特别惨，特别惨。从历史历代使徒行传很多很多的，看四福音中间很多很多的，包括那些法利赛人拦阻耶稣基督，最后他有没有好下场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，子孙后代都受了刀剑，没有一个能逃避上帝的审判。那亚玛利人也不在外，是不是啊？在旧约拦阻以色列人，新约就是那些拦阻真道的人，他们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，他不知道，他把拦阻福音当成是侍奉神了，谁信福音他就加患难给谁。好，我想看，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些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。你看谁不听他们报应谁？这福音就是叫人蒙福的，你把人从福音里带到祸因里头，报不报应你？你把人从恩典中带到律法里头，报不报应？你把人从新约里带到旧约里，报不报应？报不报应？刚才就通过那一句话，是不是？往回弄，怎么训练？往回训练，怎么训练呢？信徒不要信了，变成什么了？不信的门徒。不信的那个门徒他就广了，约翰的门徒、法利赛人的门徒，那门徒就多了，是不是？他分人党的门徒，到底门徒是哪个门徒？不管，就反正回到门徒里头。就是你上大学了，你不要你好好的训练训练，训练成小学。没上大学，上什么大学？训练大学生成为小学生。你们这么训练吗？啊？你训练儿女这么训练吗？
我给你查看的圣经明明都说的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在什么安提柯祈求的，那信徒是信耶稣基督的，其他的门徒还没正式归向主的叫门徒。那你今天把信徒转来转去转成不信的就叫门徒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成功了。这谁的工作呢？对，往回弄，就想方设法往回弄。你不在新约，新约想方设法就转哪去？转到旧约里头。你不在恩典上，我想方设法就转到律法里头。你不是新人，我想方设法就转到旧人里头。这么训练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他想方设法这么转，这么转的目的是什么？就叫你不明白，就叫你反骨。返回去，你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钻到唐朝去，你钻到宋朝，钻到元朝去，钻到春秋战国时期，是不是啊？可以往回转，完不完了？完了。完了。今天上帝要报应这群人。好，咱们再看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第九节，约翰三书在启示录前面，在犹大书的前面啊。约翰三书第九节，注意看，上帝要不要报应这群人？亚玛利人，上帝是上帝咒诅的种类，因为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半截就劫道，就开始打以色列民，拦住他们，不让他们进迦南。那么上帝要灭绝他，对不对呢？对的。那谁要留他，就等于跟上帝为敌了。对，对不对？旧约里头。亚玛利人就一秒的新约的那老旧人，老旧人里面邪情私欲留不留着，好事坏事，那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，私欲去怀了才生出罪，罪去长出生出死了，要不要留他？留。咱们看看第九节，约翰三书的第九节，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，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天飞不接待我们，所以我去，我若去必要提出他的所行的事，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，他不以为足，他自己不接待弟兄，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，并且将接待的弟兄接待弟兄的人赶出什么，他自己不接待，我不接待，别人别接待，就关乎接待的问题。保罗去的时候我就要提出这件事，上帝报不报应？报应。你拦阻救恩，上帝不报应？拦阻救恩被报应完了之后，是不是被十字架？啊？是。是不是为主被十字架？不是。是不是主给一根刺？不是。什么叫刺？上帝重用的人才给刺，那刺是保罗那根刺，撒旦随时攻击他肉体，不让他高，这叫刺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十字架？为主背十字架，为救恩真受逼迫的，这叫背十字架，是不是？为我的缘故，耶稣说：“人为人子而逼迫你们，是不是？羞辱你们，辱骂你们，甚至说你是邪恶，这是十字架，不是为主的缘故。”被咒诅的缘故，你要应当听清楚。有许多人，他落在咒诅中间，抵挡住上帝咒诅他，他还以为是被十字架的。有没有这样糊涂的？这丢掉黑在教会中间好为首，好当头，他不接待弟兄，传正道的都不接待，传假道的都接待。现在有没有这样人？有。一提说拿他的这个假道传假道接待，一提说传正道的出去。有没有？有啊，就有这样的人呢。男孩净假道，男孩哪有几个？您拿出一个来，你把男孩子叫出来一个，我们跟他对阵，看他是假的真的。而有的人就听啊，只要是假的就行，别真的。你真的那不好办了。这样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上帝不会放过他。你听懂了？愿为首的丢掉肥，最后结果也不是好结果。抵挡真道的人，上帝就把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而阻挡真理的人，就是行不义的人阻挡真理的人。
你阻挡真理有好结果吗？没有好结果。一个好结果没有。历史历来从旧约到新约，你看凡阻挡真理的人一个都没有好下场。他们爱死，他们爱怎么死呢？被上帝咒诅死。所以他们豁然抵挡真理，他知道抵挡真理是死，他还是抵挡真理，因为他身上是魔鬼。基督的救恩不能在他身上，就蒙蔽，就蒙蔽。基督的福音蒙蔽，就蒙蔽在什么人身上？灭亡的人身上。他现在是蒙蔽的，所以他抵挡救恩，他不爱讲救恩，不爱讲弟兄姊妹听救恩。好，回到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，上帝在前面，上帝的命令。第一，神命扫罗王第一件事是什么？违背神的命令，就是扫罗王第一件事就违背神的命令。神叫杀他，他留，是不是啊？神叫灭了，他救，他违背神的命令。第二件事情就废掉他做王，是不是啊？是。第三件事情他就开始在那认罪。第四件事情判处他死刑，是不是啊？亚当这个过程是不是这个过程？是。亚当现在犯了魔性，那扫罗王犯了什么？神的命令。神的命令，违背了神的命令。前来告诉他，到了亚玛利那里，把所有亚玛利人一个人不留，全部给他杀尽，大人小孩妇女儿童全部杀尽，一个人没留种。那坏东西不能留种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我发现留种也就是留坏的。有什么种？有这个种。什么种？救人的种来了，留着，留着干什么呢？留着干什么？你问他干什么？留着荣耀神呢。这扫罗王要拿亚玛利人去荣耀神，去给耶和华献祭呀，是不是啊？亚玛利人上帝要灭的憎恶的东西，你把它留了，要献祭。在上帝眼里看，亚玛利的东西如同一个烂的，那个肉已经烂的臭的不得了，那个肉，那肉上全生的蛆，要给耶和华献祭。拿一块肉已经生蛆的肉，烂的不得了的肉，臭的不得了的肉，拿给你家说你蒸锅你煮了吃吧，或者你回去炒吃吧，兄弟，你要不要？不要不要。哎，他就这么干，你耶和华越不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。是不是啊？你越不要的东西，我也给你。这个人是不是悖逆顽固的人？扫罗王他是悖逆的象征，是，对不对？他是悖逆的象征，悖逆王的象征，抵挡上帝的象征。你这么说，他就这么说。今天教会中间像扫罗王这样，像亚干这样多不多？多呀，太多了。你要这么样，还要那么样。你要叫基督徒，你要叫门徒成为基督徒，再叫基督徒成为门徒，就给你反着来。你要脱离律法，他叫你遵守律法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要进入新约，他叫你进入旧约。上帝要活着，他要死；上帝要献活祭，他要献死祭；上帝是要献圣的，他献的不圣的、污秽不洁的，背不背你？悖逆啊！现在人你发没发现，这些侍奉神的人最后他们结局都没有好下场。你听着，就在这里悖逆。我上帝就从我们中间要呼召出你，要杀出一批人。我现在在这里的你，我这么说话你听着。上帝要在教会中间大开杀戒，要杀出一批人。杀死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站在前面拦阻救恩的人，还站在前面说了算，教会中间他说了算了。要杀死这么一批人，你听着，把他的百姓从他们手里夺回来。没有，上帝要做这件事情，你等着。我说完这句话，喊，最后你会看，
如果说这话不应验，就说明我说的是假的。你现在发没发现教会现在分裂了？左一次分裂，右一次分裂，为什么分裂？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变化出来的。最后咱们可以看，教会为什么分裂？咱们看耶利米书，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。第十节啊，这是耶和华说的话。咱们从九节往下看，一直看到十节啊，不是我说的话，这是耶和华说的话。他在教会中间要进行拆毁八成，找到没有？我们看，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，对我说：“我将你当说的话传给你。”看呐、啊，我今日立在列国列邦之上，下面说，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清除，又要建立栽培。他得先拔呀，有的人必须被拔出去，不完了他在前面拦阻，要不免得在教会中间横行，不讲究这你还在教会中间说了算。上帝得给法术一个一个求你，不信你看，就是先在工人不讲救恩的工人，糊涂工人，上帝先给他拿下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让他一个一个拿下。现在上帝正实行他的，正动手拿这些人，一个一个拿，谁干得好的，一会儿被拿下。我说这话你信不信？信。谁跟着跑的，跟那人一同有份，不能跟那些人跑。上帝要动手的，因为在他们身上有烈毒，他把百姓全部陷在那坑里去了，全部领坑里去了。上帝的百姓不准任何的人把百姓领到坑里去，因为耶稣说瞎子领瞎子都掉进坑里，有过的，是不是啊？神的百姓，神必须分别出来，跟那些人一定要分别。还有的把百姓头全带到政教联合的中间，这不是上帝所要的。政就是政，教就是教，政教是分开的，不可以把百姓领到那里去变成一副了。上帝一定要动工的，对不对呀？对。这里面说，神要把话已经传给你了，说看哪、啊，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。下面说，为要实行拔出，不是上帝栽种的必要拔出，因为耶稣说的，凡不是我天父栽种，必要的拔。我们看马太福音，把这隔上，你看马太福音，他要拔这东西，你不让拔行不行？行，行。我们看第一。马太福音十五章，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三节，拔出，谁要拔出，你不让也不好使，谁拦，上帝就把谁拔出，找到没？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凡栽种的物。”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什么？拔出来，拔出来。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，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谁栽种的？亚当栽种的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不行。魔鬼栽种的行不行？行。我们中间任何人栽种的可以不可以？都不可以。那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在前面又说的，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拔出的目的是栽种耶稣，耶稣就是天父栽种的，
十五章第一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，谁要扒出来，你要留着，你得说好了，你要留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是听主的，是听人的？听主的。好，咱们看这段经文啊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不是栽培的人。凡属我不结果子，不结果子，他就要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要什么？修理干净，使果子枝子结果更多。这是为目的。不是我不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不是栽培的人。就为了栽培耶稣这一棵树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好，再看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先看第一章。约翰福音第一章注意看第二十六节，约翰回答说，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，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呢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好，再看路加福音，我前面路加福音第三章，路加福音第三章找到吗？第九节，现在斧子已经放在哪儿了？树根上。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，丢在哪里？耶稣是真是好树，那不结好树的要不要留着？不要留。不要留，要把它砍下来，是不是？好，他要砍，你要留。他要栽培的你不栽，他要砍的你留着。这句话数学的人根本听不懂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那上帝要留的是什么呢？他要拔除的是什么呢？他要拆毁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打亚玛利人？亚玛利人就预表着肉体，连肉体里的窃听私欲。他为什么要拔除呢？因为不是我天父在用的，要拔除。这经文我们都可以找。那他为什么要拆毁？拆毁什么呢？第一点，上帝要拔除的，他没拔，是不是？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。这里边第一点，神拔除他不拔。那你就得被拔，你这个人就得被拔除。上帝要拔着你没拔，那你就是拔除的对象。第二点，神差的你不差，你就是神差的。是不是啊？这个人毁坏，神毁坏了你，完了剑，神毁坏你剑行不行？等会儿咱们看，等会儿咱们看，上帝拆了，一个一个来，神毁坏了。他不毁。
对不了，八十后你已经知道上帝要拔的，你去拔，你就最近生旨意的人。上帝要拔的，扫罗王不拔，扫罗王就得被废掉。上帝要拆的，那么扫罗王不拆就是被废掉的对象。神毁坏了你不毁，你就是被毁的对象。好，一个一个来啊，咱们先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一节，你看他要毁什么，他毁什么你就毁什么，你就是最近生旨意的人。他毁了你不毁，你搁这留着，我这是主的圣殿，留着留着干什么呢？荣耀神。电话关了啊，不完全录上。找到吗？第四章第五章一节，找到吗？看，他毁坏了你不毁坏，他拆了你不拆。注意看第五章一节，我们原知道，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说拆毁了，就地的神所造的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子。好，他要拆什么？假如我是个破烂房子不行了，政府要炸，要炸给你盖个好楼，完了之后答应给你，你原来是50平方，现在给你200平方，给你原来是个特普通房，现在给你变成楼房了，你要不要？要。你说那不能拆我原来的楼，我原来的房不能拆。他说我就要在这个地方建呢，不拆你的房子怎么建呢？那不行，拆的时候你就说啥不要拆，立完合同的你不要拆，法律就得来干预你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说这叫犯法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罪行申请？扫罗王为什么违背神的命令呢？啊？因为他上帝要拔的他不拔，上帝要拆的他不拆，不是我们天父在这么必要什么拔出来，拔出来，他没拔，留着牙甲，留着那些好上好的牛羊都给他留着，留着回来干什么？给耶和华要献，实际是献祭吗？他享受这些东西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我今天打胜仗，你看这些牛好的我都留下来，牙甲往里去，留着牙甲干什么？繁殖，繁殖什么？繁殖仇敌。牙甲王一旦留下来，这个整个仇敌又都起来。牙甲王会不会报仇？他的子孙后代都被你杀死了，他繁殖起来报不报仇啊？报仇，报仇。上帝为什么把他灭绝？那是仇敌，对吧？是耶和华的仇敌，就是我们的仇敌。耶和华要灭的，你没灭；耶和华要拔的，你没拔；要拆的，你没拆。你把百姓都杀死，那王留着。今天教会中间杀什么？杀肉体的那个邪情私欲，要把这邪情私欲杀掉，但是这个人留着，那是王。这个人留着，他还能产出来呀，是不是？能不能产？我上回举个例子，你看这咱们当今教会错名就错名，为什么上帝今天就把一些传道人拿下？为什么给他拿下？有的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，他连机会都没有给他拿下，他都不知道咋拿下的。过去那个人身上都生虱子，看没看过虱子？大陆的小腿是爬了爬了的，是吧？看那虱子虱子咬人，是不是？牲畜身上的也有虱子，人身上 也生虱子，特别那个贫穷的年代虱子就越多，人越穷虱子越多，越到现在这个时候呢，身上也没有虱子，一个都没有。原因是这个时候人天天洗澡，那个时候呢，人根本连洗澡都不洗澡，头发就给那个虱子留下了栖息之地了。这埋汰肮脏的人、污秽不洁的人，在那天天在那污秽里活着，能不生虱子吗？哎，他天天干什么？捉虱子。你们看着捉虱子的人吗？看过。他捉虱子，他不洗，他不洗，他就捉虱子。虱子怎么生出来？他不管，他就光捉，捉完的时候还生，生完还捉，捉完还生，跟这当地教会是一模一样的。生出来醉了，完了之后呢，洗，用耶稣宝血洗，
洗完还生，生完还洗，洗完再生，生完再洗，有没有这样教的？有。这是飞先生之意，是韦飞先生之意。韦飞先生，开玩笑，王留着，牙甲王留着，你说他能不生吗？他把这个大肉体留着，没有跟耶稣同死，他能不生罪吗？生了罪了，还是自己想办法，想着办法自己来洗。当年教会就在这里留着这个话，上帝教会灭尽没灭，留着，留着干什么？报仇啊！我把那子孙后代杀了，雅甲王留着，下来就开始报仇，是不是？留下这个祸根的，这是不是祸根？祸根呐！上帝让他全部给他灭尽，一个个的留，他给他留下一个，就是像演个武打片似的，是不是？这一家子老少全杀了，就剩下个儿子了，就抱好了，留下这么一个儿子。这儿子长大回来就复仇了，把这一家子杀他家里的一家全部灭掉，是不是？留下一个。今天扫罗王干这事儿，给以色列民留下祸根呐。现在当今教会也是这么做的，给整个的弟兄们留下祸根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祸根？肉体活着是不是留下祸根了？肉体就是那个假假，留下来那是全部祸根了。他还生什么？他生罪。罪的公价是什么？就在这以色列的众民中间留下个属肉体的祸根，上帝叫他全部灭绝，他没给灭。这是孙先生旨意吗？好，这里边说神所差的人，这个差他是差的什么？我们原晓得我们这地上丈夫说差的就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所所造。关了手机，关了，不管你一直哭了，这一篇讲到就全完蛋了，对不对呀？你看没看出来，整个这个以色列民失败是失败在扫罗身上，那个是失败在哪？雅各身上。就这个一个人就导致了以色列民整个失败，对不对？开始得胜了，得胜完了马上站就开始自喜了，就开始高傲了，开始留下这些东西炫耀自己。你看，这是我从亚玛力人手里夺来的。多久？我多有能耐，我多有，是不是啊？有战果呀，获得这些战果，以这为夸口，是不是啊？留下的东西是以为夸口。牙甲王不杀你，他不得杀留下？你看，我把牙甲王都俘虏了，我都留下了，是不夸口？上帝正是要灭他的地方。好，往下看啊，这里面说要拆的是什么？地上的帐篷是拆的，就必定神所造。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。倘若穿上被遇见来，就不至于什么是神肉。他要给你拆属肉体的，你现在要穿肉体，把肉体当成神的殿来，对不对？不对。肉体是不是神的殿？是。帐篷吧。谁说肉体是帐篷？有的人说肉体是殿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下面看，这是八体，下面是差人，差人，下面是毁坏，毁坏什么？第十六节，四章十六节，四章十六节，四章第十六节，还是哥林多后书。所以我们不丧胆。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的什么？心思一天。毁坏什么？外体毁坏。现在是不毁，这是扫罗王今天上帝要毁的他没毁，上帝要拆的要拔除的他没拔，上帝要毁坏的他没毁坏。什么怎么毁坏？神毁坏的他不毁，这是违背神的旨意。谁要的他不给，他不要的他给了，有没有？有。谁要的他不给，谁不要的他给了。嗯。谁要从基督来了，
他给的是从亚当来的。嗯。谁要是天上的，他给的是地上的。嗯。谁要的是属神的，他给的是属人的。嗯。谁要是属灵的，他给的是属土的。谁要圣洁，他给的是污秽的，不圣洁的。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你看啊，咱再回家回头看，他拔出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毁坏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清除，是不是？清除啊，第四点清除。清除，清除什么？清道，福是把它倒了，清是把它倒了，是不是？富是富贵，灭掉。给你设想，啊？给你设想，哦，富，西，双立人，重复的富，轻富，是不是啊？上帝要清道的，他没有清道。清不是啊，清是把它倒出来，底朝上了，口朝下的清，是不是？清了，富是什么？富逼灭掉了，是不是？没灭，留着，留着这些旧的，新的能不能接受？能不能接受新的？这下面就是什么？又要建立。栽培呀，栽植啊，要建立栽植啊。你家里头那地里头那全是榨子，苞米榨子，是不是？要耕种的时候，是不是得把原来那老榨子拿下？是。那老榨子在那地里头，你下面你怎么种地？你要栽新的，怎么栽？怎么种？是不是都得清理干净了，才能种？好，你这房子，你说啥也不要拆。政府说给你200平方，你原来50平方，你说啥就不让拆，老的不让拆的，能不能借新的？能，不能借新的。那么让你拆你不拆干什么呢？谁要拆倒的你来那拦着不让拆，你这是罪行神奇吗？啊，上吊死亚玛利王，他就跟他拦着，说啥不让拆。别杀！这亚玛力王，这是我的战利品，我得用你留着他，用你夸口。你看我多能耐！其实是上帝给他的能力，他完全是高傲，在上帝眼前要炫耀自己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才留着牛羊，留着炫耀自己。今天有多少人靠肉体炫耀自己？留着这个亚甲王，目的是炫耀自己。上帝要炫耀的不是你自己，是炫耀上帝。高举上帝，没有你肉体的，你已经死了。正如保罗说：“活着不再是我的，炫耀的是主。活着还是你炫耀谁？炫耀自己。你以为现在的教会中间不是在炫耀自己吗？拿自己会夸口，也知道我们讲的是对的，但他还是不接待。不接待的目的是什么？好叫他这个地位能够存下去。如果。”接待我们的，我们讲的和他讲的不一样，证明他讲错了，所以他脸呢就挂不住了，宁可死也要抵挡救恩。扫罗王就宁可死，最后他也要追杀大卫，抵挡耶和华，最后就变成被鬼附着，就开始抵挡救恩了，抵挡直接抵挡耶和华了，开始跟焦敏在一起了，能不能好啊？好，一辈子都不带好的。现在教会中间像扫罗王这样的人多不多？嫉妒，你来了，你讲的比我强，我嫉妒，你凭什么比我强呢？嫉妒就想方设法追杀，就像扫罗王去追杀大卫一样追杀你，想方设法给你定罪名。在爱的港湾里头，从前批判大卫就明着把我送到了港湾，送到那台上面，把我拿下批判我。就专门为我开一场批判大会，就是在广播教会批判王一浩的，
给我加了许多的罪名，说我说的，我讲三一审他连听都没听，他说我说的，王彦浩说的，圣灵不是神。我就问他，我问你，圣灵不是神是啥？王彦浩讲圣灵不是神，我说圣灵不是神是啥？你告诉我，你说圣灵是啥？他把别人说的话安到我头上来，为了把我拿下。现在那县我一共是五六个，一个人没剩，全部被拿下，都没有好下场。那他这连腿都没有的起来都攻击我，给我陷害的捏造了好多好多的谎言，就为了陷害我。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一个都没剩，拿下。昨天我们的张金雄还在网上给我发了一个信息，说从前抵挡我抵挡这个道的，上帝没有留下一个，都被拿下。阿门。没有留下一个，有名望的人也抵挡我。上帝就叫你看见有名望的人，叫我不依靠那些有名望的人。今天神差遣我出去，不需要那些有名望的人，跟我走的，半年多了，六个多月，到处在听到跟我走听到，乐得不得了了，这道真好，道上传。哎，一翻到了，马上抵挡这道，上帝立刻拿下。中国的名人，我不说是谁，我也不提名字，就这个人，最后你会知道是谁，你自己会知道。特别有名的名人，跟我走了这么长时间，被上帝拿下，因为他影响力太大了，他传正面的影响力也大，传反面的影响力也大。凡他把我领到去的教会中间，他就最后的反对翻这个道的时候，挨个教会通知，别接待他了，别接待王老师，错的。人家说你干嘛把他领来了？你错的，给王老师领来了，你就这么反了？我看你错了，不是他错了，是你错了。他都无话可说。神给他多次的给他机会，最后呢，他开始。给弟兄打电话，给我们打电话，说我错了，还是我错了，他没错了，王弟兄没错，是我错了，我是被撒旦迷惑了，自己承认了。哎，过两天又翻过去了，翻过去了，还是他错了。过两天又翻过来了，我不是，事实上不是他错，是我错了。过几天又翻过去了，你看看，一个人他没在救人上，他来回的翻。假如我走了，我们中间会有人起来。你看讲的不对，就走了。那上面哪都一样，你听听完了，那道又问了。听别人和我讲的不一样，一听呢也有道理，听听我讲的也有道理。你说你这看着他的谁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在哪稀里糊涂听吧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稀里糊涂听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一辈子也混不了的。你想得福吗？你想不想得福？想成主任得福吗？想脑袋得福，要脑袋也赤手真理，要命也要赤手真理，好不好？好，用命的捍卫真理，这就是主的门徒，这主的基督徒。一见到硬了，一碰硬就退却了，那不是主的基督徒，是不是？可以要命，但不可以夺我的真理，是不是？真理就是我的命，我没有真理，证明我没有生命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们要命是要真理，要真理，真理。要真理的，谁说什么你也不要跟着一起好。别光我讲到光流哈喇子，光在那睡，讲完到突然间醒过来，有病吗？我讲到说还能。把我讲的醒了来，哎呀，他讲错了，回去，哎，他讲的不对呀、啊。你说是中魔鬼的迷惑了，你在那认真听。我讲鼻子讲眼睛，我都得讲的清清楚楚的。但我正在讲鼻子的时候，你没听着；等我讲眼睛的时候，你下听着了。哎呀，这不讲不对呀、啊，轻到一点点。是不是啊？以偏以讹概全的。我讲到为什么？你看坐在那下边肉罐在那坐着，领跑懒了，早就飞出去，在睡觉呢。
守道的人能看到，不守道的人他这本身的信仰啊，他是淫乱的信仰，他也不守啊。没守道的人在一安二顺，他这里面没有神，守道的人才有神啊。有神的人他还守道啊，没有神的人他不有守不守都无所谓了，我就这么信。过宗教生活，解决精神寄托，没事的去上教会中间玩一玩，乐呵乐呵。像那个大街上没有事的找那一群人跑那去跳街舞去了，是不是啊？有这么一批人，不是没有的。耶稣为什么说招生不选上的？同样是被招的，但选上的不多，是吧？不多的。所以这个扫罗马就因为这些，上帝要杀的人杀。第五点是神要杀的不杀。谁要杀他他不杀，留着，留着干嘛？留着干什么？意义在哪里呢？谁要灭了亚当王，那是何等的憎恶啊！在上帝眼里看，他拦住以色列，给以色列下绊脚石了，要把他杀掉。扫罗王留着，我们再看，回头再看，撒母耳记上十五章。前面是命令，他违背上帝的命令。我们看第十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：“我立扫罗王，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他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便甚愁，甚忧愁啊，终日哀求耶和华，说求你了，别非叫他做王吧，哀求啊。”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，扫罗到了密加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。注意看，前面违背命令了，下面干什么去了？打胜仗了之后呢，在干什么了？现在教会中间给自己立纪念碑的多不多？咱们得留下纪念啊，留纪念碑呀、啊，纪念谁？纪念我怎么杀败的亚玛力的，纪念我怎么赫赫战功的，是不是啊？屡战战功的，纪念我怎么夺了亚玛力的所有的牛羊，纪念我怎么杀了他们的妇女儿童，纪念我怎么留着亚玛力王的，纪念这事，有功，给自己立下什么？注意看。这时候上帝正发怒呢，他去给自己立什么？第二点，第一点违背，第二点立纪念碑啊。那个烈士啊，烈士墓上都有纪念碑，把他名字刻在那纪念碑上。扫罗王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哪去了？纪念碑上面。立纪念碑明显是高傲的象征，归荣耀给谁了？我咱们的带领率领大军怎么杀败的亚玛力人，给自己立下了纪念碑，这是骄傲的象征。我们知道在挪亚三个几个儿子最后到了示拿地了，开始建什么？建巴别塔，建城，建巴别塔，把这塔顶东南、东边，然后呢，好要存留我们的名字，借着这个塔顶中间来干嘛？炫耀我们的名字作为纪念，是不是啊？免得我们分散到天下了，就不认识了。为了纪念自己立的巴别塔，扫罗王立纪念碑，他们立巴别塔。立巴别塔，最后上帝变了他的语言，停工了，是不是啊？扫罗王他立纪念碑目的是什么？炫耀自己，高举自己，荣耀自己，归荣耀给自己，
这是好事坏事？坏事。教会青年为了立即自己作为青年碑，给自己建立青年碑的教会多不多？多。多呀，打胜仗了，是不是？马上给自己立个碑，竖个传，把自己树立起来，把自己的名字高高挂在碑上，去看我是某年某月某日，在某个地方，我打败了亚玛力。说纪念这些事儿，完不完了？完了。这次是上帝早早就知道他，就非叫他做王的原因。没归荣耀给神，打胜仗了再归耶和华，是不是？那么今天他把这个功劳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，用石碑刻起来，万古长存的，永不毁灭的，把自己名高高的举起来，举在石碑上，刻在石碑上，永不朽坏。那个纪念碑上上面有一串大字，上面什么？人民英雄，是不是？永垂不朽，是不是？不朽的朽是哪个朽？永垂不朽，不烂了。刻在哪就不烂了？刻在石头上，是不是？扫罗王也是这样，扫罗王大功大绩永垂不朽，炫耀自己，是不是？教会中间，我们今天教会永垂不朽。教会是基督身体，你可以给你自己立个纪念碑不？可不可以？给每个牧师、给个名人立个纪念碑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不可以的。好，休息会儿，再见。